三年之痒，你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三年之痒没有听过。不太清楚。我只听说过七年之痒。你们现在谈恋爱几年了？大概三年多了吧。你工作满三年了吗？有了。你结婚有三年了吗？有。你有车吗？有车。有车。你开车多久了？平时开车吗？开车其实有三年多了，但平时开的很少。对现在的这种状态还满意吗？不满意，每天都很累，工作很忙，然后你还要带小孩跟小孩玩，有的时候太忙了。考虑到马上结婚嘛，然后又要买房，又要买车，然后压力就来了，觉得还是不太满意。然后真的想找段时间抽个空，自己出去透透气。享受一下自己个人的时间，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自驾游。婚姻有七年之痒，生活存在三年之痒。三年，工作厌了，感情倦了，压力山大，我们需要暂时逃出来，喘上一口气。据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压力在世界排名第一，八成人将长途旅行作为减压的首选方式。旅行意味着逃离，逃离没日没夜的加班，逃离日复一日的生活轨迹。走，一起去自驾吧。但是如此多的选择，到底该去哪里呢？要面对密码一样的路牌，面对无处不在的人山人海，还要面对车辆安全问题，轮胎超时服役，胎压太低或者太高，车轮定位不当，都可能引发爆胎，让人在旅途变成囧途。如何才能拥有完美的自驾旅行？马牌轮胎告别三年之痒的活动来了，只需将你的三年之痒观点艾特好友并与他们分享，就能获得一份马牌轮胎自驾游套餐。套餐内容包括马牌轮胎零售店提供的七项专业安全检测，三大精选自驾路线推荐，详细的路书及自驾实用小贴士。如果您的轮胎已买三年，换马牌轮胎升级座驾，还能免费获得旅行升级优惠。我们会在微博上公布奖励机制，鼓励旅行者们分享他们的旅行故事，并且评选出每天的最佳故事，入选者即有机会获得免费的旅游机票。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掀起全民告别三年之痒的热潮，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出去旅行的重要性，同时吸引满三年需要换轮胎的车主们来到马牌轮胎零售店内做安全检测并且更换轮胎。马牌轮胎致力于为车主自驾旅行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亲，你养了吗？